家好，欢迎收睇东夫即应。首阶段管制即起胶餐具以及其他塑胶产品的相关法例将会在4月22号地球日实施，包括禁止食肆提供或者销售发泡胶餐具、胶刀、胶叉、胶匙羹以及胶饮管等即起塑胶产品。虽然走塑口号喊了好多年，但是知易行难，港人平均每日弃置的胶餐具多达200公吨，粗略估算相当于全年弃置146亿件胶刀叉。我现在出街都自备餐盒，费事制造咁多地球垃圾。其实最近部分餐厅为了响应环保，已经决心走塑，一早停派即弃塑胶餐具，有些餐厅还推出免费租借的可重用塑胶餐盒，减少浪费。餐厅带头环保当然是好事啦，不过环保署早前派员走访了20000间中小型食肆，发现有大约80%食肆还未转用非塑胶餐具，只有20%食肆符合新法例的要求。署方说未来会再探访未准备好的食肆并提供支援。头6个月的适应期间，当局以宣传教育为主。我们东夫即应近日落区访问了市民和餐饮业界的意见，究竟坊间怎么看走塑令呢？而食肆转用非塑胶餐具之后，经营成本是不是会大幅上升呢？事不宜迟，立即东夫餐饮业界即应。香港人生活节奏快，就连食饭都讲求效率。外卖风气盛行，令即弃塑胶餐具使用量激增，衍生大量塑胶垃圾问题，严重威胁环境。根据环保署2022年的统计，本港每日弃置227公吨塑胶和发泡胶餐具，相等于每年超过82000公吨。由4月22号开始，本港将会实施走塑令，禁止食肆使用和售卖所有发泡胶餐具、胶制的饮管、搅拌棒、刀叉羹和餐碟。至于胶杯、胶碗、胶饭盒，虽然禁止堂食使用，但仍可供销售和外卖使用。政策即将实施，大家又怎么看呢？支持的，保护下个环境都好的。当然赞成啦，当然赞成。咁啊，始终即系为环保出到即系少少。你冇膠嗰啲，有時啲情況都唔方便噶嘛。木嚟整嘅咧，因為即係唔使用膠啦。以前都推出咗嗰啲叫做咩啊？啲不鏽鋼嗰啲噶啦。紙叉、紙匙羹，例如紙飲桶咁樣，即係我飲兩啖，我杯嘢都未飲曬，紙飲桶已經用咗，咁我有啲難受。咁啊，即係又冇出咗人身上，即係你做生意都要計數噶啦。應該不會，成本當然要考慮的因素，但我相信如果這麼大規模去做一個採購，如果供應商其實成本應該未必會有機會相差太多。看來市民對管制塑膠即棄餐具的影響都還是有點不肯定，就等東夫團隊帶著市民的疑慮去了解一下。其实经营的这间咖啡店由开业起已经走塑，堂食提供重用餐具，而外卖就使用纸制餐具代替塑胶。咁其实有冇顾客反映过觉得呢啲非塑胶类嘅餐具唔好用，用得唔惯咧？初我谂早几年咧，啱啱推呢个纸饮管嗰阵时，可能有啲顾客嘅声音就话喂，纸饮管好容易淋啊！咁近呢一两年咧，都开始冇收过呢啲咁嘅信息啦。而家嘅纸饮管咧，其实同即系胶个饮管个距离唔系太远咯，所以整体嘅质素一路其实见到提升紧嘅。在进货的价钱方面， KC 说随着管制即弃塑胶产品法例即将实施，非塑胶即弃餐具价钱近半年已经下降。由以往初我们用的时候，价钱是讲紧几倍的情况，那现在慢慢我们看市场的价格都讲紧是差不多的，那个市场已经自动在调节紧个向下的趋势。梁汉杰从事快餐用品贸易生意多年，他就说目前即弃塑胶餐具已经有成熟代替品。Patrick 啊，其实你哋依家有边几款嘅替代餐具卖噶？其实我哋而家咧都准备咗有几种餐具物料嘅，譬如传统嘅系甘蔗纤维餐具，咁另外亦都有譬如竹啊木嘅餐具啦，譬如大家都用开嘅木嘅匙羹、木嘅刀叉呢一方面。咁亦都咧，為咗我哋香港市場嘅使用習慣，亦都有呢一種係甘蔗纖維嘅匙羹。咁無論喺個外形啊、使用方面咧，都係同我哋普通嘅塑膠產品咧係相若嘅。咁另外亦都有傳統嘅紙製品。咁但係以前咧，基本上都係用開含塑料 PE 嘅淋膜。
咁但係如果要需要糖食符合第一階段使用嘅話咧，就要用水性塗層。咁水性塗層其實喺功能上同埋價錢上咧，近呢一年咧都已經係成熟咗噶啦。喺防水同埋防油嘅功能上咧，係絕對係冇問題嘅。选择都几多，系咪都系平靓正呢？东夫团队参考咗50间本地同埋内地餐具供应商嘅报价，将同等价位嘅发泡胶或者塑胶外卖餐具同非塑胶代替品进行对比，发现单价其实相差无几。以餐碟为例，非塑胶碟普遍比胶碟平，就算由塑胶碟转用比较贵嘅纸或者植物纤维碟，都可以节省一半价钱。最平嘅木刀叉同胶刀叉比较，只系贵几仙。木搅拌棒嘅价钱就同胶搅拌棒差唔多。至于食物容器，如果食肆依家用紧发泡胶饭盒，最平嘅发泡胶饭盒大约系3.4毫一件。之后转用最平嘅塑胶饭盒嘅话，价钱都只系贵咗1.4毫。Patrick 啊，咁其实呢啲嘅环保餐具佢价钱方面系点噶？会唔会贵过塑胶好多？其實而家呢啲新嘅物料，佢個價錢都唔會話係明顯高好多嘅，有啲係相差差唔多，唔會有一個明顯嘅升幅嘅。因為其實唔係淨係我哋香港使用，其實全世界而家個趨向都係使用緊呢啲物料，所以其實呢方面嘅物料嘅價錢咧，一直都係往下跳嘅。睇嚟功能同埋價錢都唔需要過分擔心。想知有啲咩替代品選擇？環保署就回應已經設立綠色餐具平台，提供詳細資訊。有需要選擇供應商進行採購嘅市民，記得做足功課，就可以多一份安心啦。以往有食肆老板担心转用木制、纸制的即棄餐具成本会大幅增加，实际上东夫翻查资料发现，由即棄胶碟转用同等质素的纸碟可以悭翻一半价钱，就算转用胶盒代替发泡胶盒，费用都只是加多一个几毫。我相信未来市面上替代餐具的技术逐渐成熟，加上供应大幅提升，价格亦都会跟着降低，不会令到食肆的营商成本大幅增加。其实垃圾征费又好，走数又好，原意都是为了环保，为爱护地球出一分力，最重要都是转用可循环使用的餐具。塑胶废物污染生态环境，一旦分解成为微塑胶飘入大海，就会危害海洋生物，分分钟祸延人类子孙添。不如你都考虑下绝交啦，是决绝用即棄塑胶餐具啊。这个提议真是不错啊。好啦，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，大家有咩申诉，记住致电我哋爆料热线3600-3600，话俾东夫知唔知，等我哋为各位主持公道。下次再同大家东夫直译，拜拜。乐道茶，乐道灰甲妥消灭真菌，佢系本港大学研发嘅中药配方。真人测试证实有效，我睇住健康嘅指甲慢慢生翻出嚟，啲灰甲妥当晒，唔惊惹到家人啦。落到灰甲妥，万灵独卖。